据韩国媒体爆料，韩国国民权益委员会近日得到杯克曼成员胜利曾参与经营的 Burning Sun 夜店高管聊天群全部聊天记录，将在不久后提供给警方或是检方。国民权益委员会表示，这份聊天记录中包括了足以证实有关胜利和 Burning Sun 夜店各种质疑的内容，委员会将对聊天记录进行鉴定，再决定是提供给警方还是提供给检方。如果委员会认为警方与 Burning Sun 夜店有勾结，将跳过警方，直接将资料提供给检方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